Pleasanton 最近新开了一家非常正宗的云南米线 Cloudish， 我们开了快一个小时，迫不及待要来试一下。我们大概中午1点到了店里，排了20分钟才进去。老板娘给我们强烈推荐了他们的招牌过桥米线。我之前以为云南的过桥米线汤底会比较清淡，但这次吃了才发现完全不是，而是很浓稠的老鸡汤底。服务员小哥一边帮我们介绍，一边帮我把料都放了进去。有鹌鹑蛋、鱼片、里脊肉。这是什么？是鱼片，它是里脊肉片。哦。宣威火腿和香酥。说这家正宗的主要原因，主要就是有这个云南非常独到的宣威火腿和香酥。剩下的还有虾、鱿鱼、鸡、豆皮。另外记得一定要点这个油条，泡着鸡汤吃简直美滋滋。这个是焖肉米线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一款凉米线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有点四川凉面的意思。还有这个甜品豆面汤圆，两个人吃了42美元。最近新店开张，还有88折的优惠，大家赶紧去试试吧。